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们亲密的战友阿燕，阿燕同学，来，阿燕同学给我们打个招呼。来，我想问一下阿燕，今天你给这个咱们同事准备的什么圣诞礼物 ？Chicken。Chicken。看一下，我们阿燕同学给我们的同事准备了小鸡。这些鸡你是打算让同事用来吃的吗？啊？你是打算让同事用来吃的吗？随便啊，可以吃，可以买药。你上次还说除了鸡之外，其实还可以准备砖，是吗？砖是。就是上次你给我图片瘦的那个砖头。可以。哎呀，真可爱！你的介绍你礼物的朋友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来，拿一根砖来看看我们的小鸡。哎呦呦，我们的小鸡居然会飞！哎呀，真有意思。来，你也打个招呼。啊，嗨，你会下蛋吗？哎，你能分辨这个鸡是公的还是母的吗？不知道。哎 ，sorry。哎，你应该把昨天买的。没有啊，你还可以分辨公母的是吗？我不知道是吗？搞不懂啊，后面跟着红的耳朵。妮妮，好像是一个 girl。是个 girl 是吗？哇，你好厉害，连鸡的公母都可以分得出来。真可爱，太有意思了。